刚开始要推荐 Jewelry 的珠宝手表，其实很多人会知道珠宝表在各大的品牌，你必须要用很高的价格才可以来拥有。可是 Jewelry 在 Arcadia Mall 美食广场边那么高贵、那么奢华的一家店，他们全部都是做珠宝的，然后做客制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商品，然后还帮劳力士做这样子的一个钻石的切工，整个3A 等级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巾锆石哦，每个闪度、它的亮度，然后再包括150颗，全部都是用珠宝的爪箱，3个爪。都是老师傅一颗一颗抓过来抓住的，所以你会做到这么不搞刚，然后又要做到这么平顺，这么不刮肉不刮衣服，这么的顺，这么的滑，再包括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手表的部分，又要2圈转，中间还有 Happy Diamond 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你在戴的时候，那种奢华度、那种亮度是其他手表没有办法比拟的。然后再加上珠宝的机芯、珍珠母贝的这样子的一个表面，其实一只手表所有的优点它通通都有了。所以如果有空到 Arcadia Mall 去看逛逛的时候，记得到美术广场旁边，他们如果你到店取货，你记得他们还会再加赠给你小礼物哦。那当然，他们店里你就可以顺便看一下，他标的是卖的是389，那我们今天是148块钱就可以轻松的来拥有女人中梦想的手表，平价当中的奢华，加油，打电话哦。